接他们回来就行。孩子们谈恋爱的事情啊，用不着你出面，老娘我出马就可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菲利，今年24岁，身高185，体重73。我平常喜欢打篮球，然后家里有爸爸妈妈，还有一个哥哥叫沙拉。今天来参加这个联谊活动，希望等一下可以跟女主角配对成功，希望她可以喜欢我。虽然女主角只有一个，我也没得选，但希望可以，好紧张。游戏规则只有我有灯吧？其实呢，刚才我是蛮想要灭男主角的灯的，因为他都不打领带，我觉得就是一种不尊重别人这样。但是我后来为他留灯，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看起来好像做事有点认真，所以我想要再观望看看，然后在第三轮的时候确认一下，给他一点机会。问你，如果反面有加分吗？不法，没有，我觉得这招非常的心机。分明就是想要借由这种什么来个近距离接触之类，而且就那么一根，你看他的头发那么多，落一根好像不是很有诚意。其实他现在进行大抉择吗？对啊，你小心放开啊！对不起，好想要。交出来！不要！交出来！我拜托你，不要！给我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我现在就需要那个会计师啊，他帮我来看一下，我到底呢有没有福利啊？你懂了吧？你看看，我不是买了这么多的东西吗？我就那个要一个会计师啊，他来帮我算一算。我到底有没有利润？你有听到我在讲？他提示很大声。我现在需要一个会计师，他来帮我算一算，看看我有没有那个应得的优惠，对不对？奶奶，这算是什么问题呀？
我的问题就那个那个啊，啊，就那个周年庆嘛。嗯，不是看我买了那么多东西吗？我就是要一个这个，会计师啊，他来帮我算一算，算一算，看看我有没有拿到我的优惠。好，啊，小姐，这样。嗯呢。错，怎么了？杨爸，！不要，我们要说话吧。而且我刚刚整个就是练色眼睛肿，我是练色眼睛肿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那个，啊，有那个张力，有点。所以，为什么到最后一集我都无法整到了？不要这样，旁边就可以让我就是有一集给你送，然后又怎么样？就是上次已经很帅过了，你还不满意？像宣传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很不帅。那个只是我是有错过吗？还是当然有啊，把周震人追回来。好啦，欢迎到金蛇男。而且大家知道，他演戏那么好，他都是骗大家。不要这样子。我演一点都不痛。我怎么？你要挑战化人的角色吗？当然要啊，因为以我在整天 murmur 要奏高哲轩的这个状态来讲，我觉得我还。我想要演那种，就是有点疯的，对，有点像小丑，他是那种从小就被，不知道他可能被欺负，或是有很大的创伤那一种，然后造成的，还蛮好奇这一种人的心态到底是，因为演这种角色就可以去揣摩，而且一定要这样。挑战换你的角色吗？哦，当然呢，当然会，因为我觉得这是挑战自己的一个方式，所以希望以后我也可以演坏女人。那如果演恶女人，想演哪一种类型？嗯，不设限的，因为我觉得每一种人物的出来呈现的方式都会不太一样，所以都 OK。知道你跟你本人跟周震这个角色的差异性。差异啊，他是金盆洗手的一个黑道王子，我不是。他处理方式还蛮即兴的，我也不是，所以我觉得我跟他有差别，还蛮大的差别，多多少少还是会有我本身的个性会放在里面。追着风吧。